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有趣的题目。我信耶稣之后，有些人告诉我说，你信耶稣以前的罪神都赦免你了，信耶稣之后你就要自己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不要再犯罪，这样子神才不会再为你钉一次十字架。我说哇靠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就很努力。可是我发现，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信耶稣，我甚至觉得好，那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就把我电脑里面所有盗版的东西通通删掉。就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首先我的 Word、Excel 都不见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交报告。再来，我连那个 DOS 开机系统都是盗版，所以我电脑不能开机。后来我发现我犯罪，我就有很大很大很大的一种控告感。后来我一直仔细去思想这件事情，我也去看了一些讲道，我后来有一个全新的答案。后来我当了牧师之后，我去很多的地方讲道，我以为所有的基督徒里面只有我这样子有这个状况，没想到原来大家都有这个状况。我去一些地方讲道，问说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信耶稣之后再也没有犯过任何罪的人请举手。结果呢，大部分都是没有人举手。结果呢，有一次有一个人举手，我说弟兄你知道吗，通常你举的这个手代表你犯了一个说谎的罪，要么就算他这辈子真的没有犯过任何罪，或者信耶稣之后没有犯过任何罪，他举手了，他马上犯了骄傲的罪，怎么办呢？来，让我们来看这个经文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你知道吗，新约里面对罪的定义，对罪的要求是更高的。神的儿子为你死了，所以他对罪的要求是更高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你相信，你保证，你确定你可以所有的善事都行吗？你今天要来教会的路上，你快迟到，你是敬拜团的团员，然后你看一个老婆婆要过马路，所以你就扶着老婆婆过马路，然后赶快快跑，要跑上教会路上，又看到一个老婆婆要过马路，你没有办法牵她，你赶快上去。糟糕，你如果知道行善却没有牵老婆婆过马路，这就是你的罪哦。敬拜团以前还犯罪哦，敬拜前还犯罪哦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，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，若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，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天哪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保罗这个经文上下文讲的是吃东西，比如说好，我昨天晚上我觉得我应该进食祷告，或者是因为体重的关系，你觉得不要再吃了，可你忍不住，你还是把冰箱里面那个洋芋片打开吃下去，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你吃了洋芋片也犯罪，怎么办？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基督徒信耶稣以后人就会犯罪，我们只是越来越像耶稣而已。所以这边带出另外一个题目，到底基督徒的罪是信耶稣以前的罪被赦免，信耶稣之后的罪要自己努力吗？自己修行努力吗？不是的，我告诉你，耶稣赦免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罪。再说一次，因为很重要，耶稣赦免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一切的罪。牧师啊，你这样讲真的假的？经文出处在哪？让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边告诉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一切是什么？一切就是全部的，一切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全部一切的罪。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，提多书二章十四节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，脱离一切。一切就是全部，全部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全部的罪。你一直认为你信耶稣，神不会赦免未来的罪，未来要好好努力。可是你知道一件事吗？耶稣在两千年前为你而死。耶稣死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，你根本不会犯罪。耶稣赦免的是你未来所有的罪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如果你未来偶然不小心犯罪了，神不会赦免你，神还是会赦免你的。但是我再强调一次，我不是在这里告诉你说你可以开心的犯罪，反正神会赦免你。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，我们岂能够因为恩典和更多犯罪吗？难道我们要犯罪来成就神的义吗？不是这样。我鼓励你，直到上帝已经赦免你、祝福你、给你一个美好的恩典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的抓住耶稣的恩典，定睛看着他，然后越来越像他，荣耀上帝的名。
从此以后，你做的好行为不是为了使你得到祝福，你做的好行为是要将荣耀归给神，因为你已经得到全备的祝福，天父把他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你，他就是那个厚赐白物使你享受的神，你已经完全被赦免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罪都被赦免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而恃宠而骄而乱犯罪，你只要知道神就是爱你，所以你要因为上帝的恩宠而越发的活出那个已经得到美好的救恩。让我来为你祷告，请闭上你的眼睛领受今天的祝福，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清清主知道一件事，耶稣赦免我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罪，我不可能完全不犯罪，但是我可以越来越完全像我的天父一样。主要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朋友都知道一件事，不再是靠我的行为好神爱我，乃是靠耶稣基督的行为那么好，所以我接受了他成就的义，我被称义了，我现在是义人，我不是绿豆，我是义人，然后我就会蒙福，因为我是被称义的神的子民，圣洁的国度，君尊的祭司。主要祝福每个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，知道神想要赐福我们，而且他不再追究那一切的罪孽，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奉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